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画画、画指甲，小朋友、大人、孕妇都可以使用。可以参考怎么画。樱桃好可爱啊！他们这边也有那个亲子款的参考，而且都很漂亮。要选哪一个？杯子大哥。它干的速度会按照体温，所以如果你冬天比较冷，就可以用吹风机吹。只要手温高，它就干得很快。好亮哦！我尾巴好小。什么味道？闻闻看。什么？也是巧克力吗？好，来看香香自己涂的小贵妇，好专业的贵妇手。对，真的。哇。香香的那个好可爱哦！哇，小熊的花好漂亮。爸爸，今天擦了跟我们阿姨我擦你配的。哇，香香的脚趾甲也漂亮，还好是非常好的擦掉。把旁边去掉之后很有艺术感，很认真在参观雪狗的香香。我们这些要带回家了吗？要。要。我们要帮谁涂？爸爸、哥哥。涂手和脚好不好？好。这两瓶是定色，一个是 top cream， 一个是糖霜。这一瓶是透明的定色，这一瓶呢是雾面的定色。用之前一定要很用力的摇晃，让它里面的成分是均匀的，然后再去上色，它就会慢慢把任何的颜色都变成是雾面的。这个叫纯真，它是透明的可剥式指甲油跟打底，大概两层，再擦上亮片，泡温热水就可以剥除，可以隔离一些色素的沉淀。所以这一瓶我很推荐。通常上色啊，不要停在这里，就会觉得水量这里很多，你就是勇敢刷出去，就算它碰到前面也没有关系，这样比较会均匀，然后再这样子擦掉就可以了。我们带回来的东西非常的多，我想说就是要给他们玩个够嘛，小朋友跟孕妇都可以用的。这颜色很可爱，婴儿色系的那一种，所以它就叫 baby 系列。这些颜色也都很美，瓶子也都还蛮可爱的，瓶身下面它都会有写名称。擦指甲油之前呢，你要保护指甲，可以先擦这一罐。然后这个是卸甲的，就是磨指甲的笔呢，它有两个头，一个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圆柱，画比较细致就是用比较小的小贴纸，可以直接贴在指甲上的。第一眼说明可以带回家，各种教学，教你怎么画各种图案。这本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实用。用这三个颜色来画猫咪。现在上面就是稍微有点凹凸不平，好像不是很漂亮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一下涂完这个之后就比较好。有没有？它就变得比较平一点了，看起来就比较专业一点。现在用这四个颜色，是 baby 系列的。好，现在这一支是擦雾面，然后这支是擦那个亮面的保护。亮面它就是会非常的显色，雾面呢它就是走比较质感，很适合那种很浅或者是很深的颜色。好了，金鱼你喜欢吗？喜欢。
纯粹复古娃娃杏仁拿铁安东尼。好，拉拉熊，意外的就是比想象中还可爱的感觉，金色拉拉熊。OK， 涂完保护的，看起来更亮了。巧克力奶茶拉拉熊，这样你是顺便画自己吗？我想为什么你帮我涂的特别亮？因为它特别多，涂到我的肉上。爸爸的脚变得好漂亮。好，泡一下哦。它已经开始剥落了，很快。好，好，香香也可以自己剥了。我剥着。说真的，我很难推荐，因为其实它真的很多颜色都非常的好看。那我就拿出五个颜色来。亮亮的颜色一定要有啊，这颜色涂在指甲上面，它其实又会稍微变不一样的颜色哦。这颜色涂在手上更显白，感觉夏天一定要有的颜色 ，Bikini。那无论它亮的或者是雾面的保护在上面之后，这个颜色它都非常的有质感，白色非常的好用，会看到我搭配在上面非常的多。推荐色的时差金色。变色的是这样子，它也很有气质，整个就是非常有气势的颜色啊！一定要有一款这种湖水绿、Tiffany 绿的感觉。我手上这么嚣张的颜色，搭的也很好看。这些颜色的名字都非常的可爱。然后这些颜色的时差，这也是稍微有点像那种有点变色感的。它也是有一点点变色，极光黄还蛮迷人的贝壳，极光贝壳这个颜色擦起来它是底是这样子，然后上面还涂了一个这样子的颜色。那像你喜欢哪几个颜色？全部吗？对。那这边呢？你跟我说你最喜欢的几个颜色。又是全部。